Hello， 新京报的读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任敏。怀吉，怀吉，公主，你好久没有来了。哦，今日这样为我梳妆打扮，我要回家，我不要被困在这里。你是不是觉得爱恨嗔痴都是有罪，人就该活得像个傀儡？可是你不知道里面，我爹爹，我娘娘就应该做最精致美丽的傀儡，供人膜拜。可是你们不管里面，他已经瘦骨嶙峋。一个是好吃，然后好动，然后跟同事之间有点那个话痨。出去吃饭是选火锅还是烤串？火锅。酸辣粉还是榴莲？榴莲。网购买最多的是什么？护肤品。有什么强迫症吗？不用梳子梳头发算吗？用四个字来形容自己。天赋异禀。好，口头禅是什么？真好吃呀，太好吃了，怎么这么好吃，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最讨厌听到别人怎么评价你？没有什么讨厌的。自己的手机屏保是什么？自己。从一到十分给自己的颜值打分？打七分吧。最想合作的导演是谁？张艺谋导演吧。那如果张艺谋导演找你拍戏，但是要为了角色增肥50斤，你同意吗？那我觉得他可能并不是想找我。还有什么想学习的技能吗？英语。临时说一个绕口令。大北边边边跑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怕白边边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。因为我的粉丝朋友们叫大米，然后呢有一句古话说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所以说那个大米都是非常重要的人。